那我便燃尽最后一丝灵魂。此物非同小可，你悠着点吧，飞船马上要达到光速了。星际舰队就驻扎在火星上，在这囚笼间没有我惹气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我普罗诺莱舍的奴隶。无论时空如何轮转，无论相逢几亿光年，巴巴塔这小子果然对我们操了一手。获得这件商品的强者可以随意决定地球人类的生死。看来我们无法用温和的方式达成交易。启动基地防御系统。人类的希望全在罗峰一人身上，我已退无可退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返回地球者。